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本周五下午三点 ，Star DJ。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，你们好，我们是原子邦尼，我是渣渣，我是雨辰，我们是这个星期五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，期待在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，透过我们的创作，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音乐。就在本周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，我们是原子邦尼。我们没有哭红了眼睛，决定把每